艺术创作，它从根本上来讲，它还是一个情感的东西。 AI 确实能够为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，但是你用 AI 完全来代替音乐创作、文艺创作或者文艺表演是不可能的，这个可能会就会提高很多我们创作的速度。但是它的弊端就是它的城市性很强，感情会少很多的，它会少掉很多艺术的魅力。